家里面，没有那么顺利，就是解决的没有那么顺利。妹妹，给我抱个凳子，给我抱个凳子过来，给我抱个凳子过来，高的，给我抱个凳子过来，谢谢小弟弟。我家人们，你们可能都在期待我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本来我跟你们说，本来我妈妈今天是同意了的，但我妈妈是已经同意了的，但是我婶婶又怎么说了嘛？我妈妈现在又不听我的了，又听我婶婶他们的了。我妈的话，就不知道小小他们在说什么，真的是不知道小小说的什么。哎、小小，你到底还报不报事吗？你不要跟我把事情解决好再说。你不要跟我妈妈说什么了，而且你也不要跟他们说。我没有说，你们自己解决不了，你真的是。不是你不说的话没事啊，他们我没有说啊，你不是自己，你们不是自己在里面解决，我没有不说，这事情要解决，要解决，老婆你去吧，必须解决好啊，今天。他们就是因为小小，我们是过来解决事情的，如八点和一天天的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家人们是这样子的。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没有什么意思呀，没有什么意思啊。一直在这里等，我靠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解决，你们什么意思吗？不要给他退啊，他肯定喜欢你的。退什么退啊？什么时候，小小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他了？哎呀，小小，只是你不要这样子。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只不过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真的喜欢我相亲对象吗？小小一，我以前有没有说过？你们以前有听我说过的吗？你们以前有听我说过我喜欢我相亲对象的吗？你们听过我喜欢的扣一，没有不喜欢的扣二。我一直都说的是不喜欢，对不对？而且也是我叔叔他们同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小一直在那里说我很喜欢，然后一直现在全部的人都在说是王菲哥在中间啊，王菲哥逼的，王菲哥捣乱的。全部都在说王菲哥，知道吧？全部都在说王菲哥。你们觉得逛直播间现在怎么回事啊？家人们，你们不是要陪我一起面对吗？怎么刚刚有1万人，现在怎么只有6000人了呀？家人们，主要是我这边。主要是我妈妈同意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后面又被他们说的，我妈妈说他们说的有道理，也不相信王菲哥，然后也说就是我妈妈也说你喜欢的话没事，她还说王菲哥是不是坏人什么的，我自己做主，我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我婶婶他们又不愿意给人家那个了。因为他们说的是小小说我很喜欢他，然后他本来我们都说好要好好解决的嘛，但是小小在那里说不能退，他说我很喜欢我相亲对象，说我退了的话我会很伤心很难过的，但是我怎么可能是我一直要去退，而且这个相亲成功也不是我同意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可能一开始认识阿美的你们都知道了，是我叔叔他们我表姐他们做的主，对不对？现在他们都在说如果我喜欢的话没事怎么怎么样的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那个我相亲对象了，对不对？
我必须退，我知道要退，而且今天王飞哥真的，你们不知道，他们都认为啊，我不知道小小跟我妈妈说了什么，但是他们都认为王飞哥是坏人。自己说是，我自己也在说，我自己也在说，我自己现在我自己也在说。他们，我刚刚跟我妈妈说了，所以我妈妈现在还在跟他们在商量。我说我很相信王飞哥，我也很相信以后我会努力的，这些以后我会慢慢的去还的。我也说了，我自己也说了，但是你们知不知道，可能我婶婶跟我妈妈听了小小的一些什么话，我也不知道小小说了什么，突然就感觉不需要，他说哎，小小真的是你们觉得小小到底跟我相亲对象他们家说了什么呀？你们觉得小小是不是说他要给他们什么好处呀？曲布动不动就给曲布买一辆车，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呀？是的话，我现在立刻让小小离开我家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？是的话，你们觉得我虽然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觉得有可能，你们觉得如果是觉得是的话，你们就扣个一，我看一下，是不是他要给我相亲对象他们家什么好处之类的？不然的话，我们明明可以好好解决的事情，他突然说，我说，我欠你们的，我说我可以补偿，毕竟是我自己反悔。以前虽然不是我同意的，但是毕竟是我亲戚我家人同意的，所以说这个后果我可以承担。现在我说我你们要什么，我就算一下，我跟王飞哥我们会好好的陪你们怎么样。但是他们说，刚刚我听他们说，他们突然就说了一句，你要的这个小小说可以很多的给我们，然后我就感觉莫名其妙，所以现在不是很顺利，你们知道吧？现在我婶婶这个人的话，她也人不是不好，但是她看到那个的话，她比较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什么那种吧，所以我不知道小小的条件你们是知道的，什么都可以给的。所以说现在把小小赶走是吗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是不是要把小小赶走呀？但是他现在我赶走他，我们走什么解决不了？你们解决什么事情？退个彩礼，那么简单。我相亲对象的爸爸走了，我不知道我妈妈那边怎么样了，家人们。不是我也知道今天不应该让小小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也，等一下我看，拉兔子，对，干嘛？你过来，我跟你啊，小小，你不要跟他说什么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拉兔子，我跟你讲，你爸爸生气了也走了，没有解决好，不是，小小，你不要说话，拉兔子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哎，我怎么看不到？家母，怎么回事？这叫防偷窥型，王哥。阿明啊，你把我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
你说啊，小小说我很喜欢你，都是因为王菲哥在逼我什么的。你小小说我很喜欢你，没有，然后我不是，我给你看那个视频里面他也有说的，有一个视频的他自己给王菲哥也说过的。家人们，你看，你相信小小还是相信我？而且我直播间有8000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，真的不喜欢你。你现在是他爸爸也走了，我让你走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，艾米？怎么了？都让你走了的嘛。我为什么要走啊？你不是没走吗？你走了。哎呀，你快点快点快点，你必须走，你今天不能在这里打包了。你走我就走呀。王菲哥把小小拉走了。王菲哥把小小拉走了。真的，我很难。没事，艾米，我把那个小小拉走了。这边家人们，我把小小我把小小拉走了，不能让他在这里捣乱，对不对？他小小他一直在这里捣乱，那现在是怎么样了吗？王菲哥，你走啊？嗯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还在村里是不是？嗯。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看一下？他们想看一下。没事，我们不说话，我们就看一下嘛啊！看一会儿我们就出来，来，我们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！看一会儿我们就出来，去。我们就不说话嘛，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我们不说话吗？啊？啊？这个事情闹到这里了，你在里面不好说。啊？你在里面不好说，你在外面吧。是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今天咱们一定要退嘛，对不对？我会。你一定要退，你怎么处理都行啊。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的，这个我不会让你让你们家负担的啊。行，那你们说不好了，你就叫我就在门口。说不好的话，你就叫我过来啊。